悬疑问答。师傅，不好意思，刚没听见。嗯，师傅，有几个问题想请教，听得见吗？听得见，请讲吗？啊，师傅，第一个问题就是，有同学问，在什么情况下会被偷功德？因为他经常梦见有同修偷了他的功德，这两位同修呢关系特别好。偷功德意思就是对方能量强呀，啊，或者对方能量负能量太足啊，都会功德移收的。如果对方能量强，他要想偷你就偷去了，但是一般高僧大德他不会偷的。那么对方能量弱的话，他不偷也得偷你的功德，所以你跟那种整天倒霉的人打交道，你整天被他偷功德的。嗯，就是指他的负能强还是指他的正能量强呢？就是这个人能够拿你的功德，身上负能量强呀。就是听得懂吗？就是你这个人比较正直，但是呢，你很多事情呢，你会原谅他，那你就帮他了。嗯，帮他们就被他弄成能量了呀。好的，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